Hello， 大家好，我是 DE。那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呢，是上次我们已经拍过了，叫《悲伤撒旦》。不过呢，它这个是网友自制的重置版的版本。那据说是经过优化，那什么样的优化我都不太清楚啊。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优化，就是我们进去的主选，但终于没有那该死的音乐了嘛，对不对？我记得音乐怎么唱来着？好，随便啦。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How to Play 吧。哎，不错不错不错，这次终于有解说了。上次的 How to Play 点进去直接是一张恶烂的图片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了。好，这不错，这个是一样的。好，这好，的确经过优化啦，好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它所谓的优化是不是单纯只有开头而已啊。好，我们现在进入游戏吧。不过我刚刚有去比对过它就是旧版，就是原版跟它这个改良版的游戏的大小。对，一个是600MB 啊，一个是900MB 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有加剧情吧。好，我们可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游戏了。那哎，是不是太一样啊？我记得那个本来那个门在前面，对不对？是吗？而且我记得之前那个门是比较小一点啊，还是我记错了？随便啦、啊。哎，对，这路是不是变得比较宽一点啊？目前是它的路线好像也有变得不太一样的样子。对，它路线好像跟原作是不太一样的，它路好像比较宽一点的样子。哦，前面这是什么东西？哦，天空。哎、欸。该死的声音，又是这该死的声音。哎、欸，对，这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Nothing wrong with it. You haven't broken any laws. None whatsoever. Nothing wrong with it. You haven't broken any laws. None whatsoever. Nothing wrong with it. You haven't broken any laws. None whatsoever. 公差小啊。Nothing wrong with it. You haven't broken any laws. None whatsoever. 妈的，跳帧哎！我又有一个插入了。锁住啊！啊，我们只好往回走。哎呦，靠腰！那张图上次出现过啊。那个图片，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都有解释啊。就是一些，哎呦，靠腰。一些杀人犯，有一些是恋童癖等等。哎呦，干，又是你！哎，傻小，死路啊！哦，不过我们好像捡到钥匙了。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快速通关啊！史上最快速通关，冲啊！有完没完啊？到底是要到了没啊？我天啊！哦，到了！一打开，哎，我们进来了。来了一个新的地方。
继续冲。哦，下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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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个风格都变不太一样，这有点像是地窖那种用泥土泥块盖成那种地窖的感觉，不过很模糊啊，这是怎样？喝醉了是不是？我超模糊的，是这。感超级模糊的，我们要沿着墙壁走啊！这他妈那么模糊是要玩啥小？感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啊！这游戏里面应该不会有鬼吧？但是只有图片跟那个很鸡巴的音乐而已啊！第三关，第三关，我、哦、干，超不舒服。他那个一下瞬间白，然后再回来那光，而且他又是模糊，你知道，那眼睛超不舒服了。干，哦，这边是好，我们继续往前。干，第二关真的是超难过，配上那个妈超吵的音乐啊，然后再配上那个画面，我、哦、干，真的是会崩溃啊。哎，这边有一个洞，冲啊！哎，这边有一个更大的洞，哎，冲啊！靠腰啊！这他妈的，这一直出现，这很悲惨呢。哥哥带你去找爸爸，哥哥带你去好玩的地方。他刚好像左右有两条路啊，我们先走左边这边看看吧。哎呦靠，又是你啊！你不要一直出来好不好？哎呦，这墙壁的缝那个变得不太一样，有点变有点像齿轮哦。原本是长得有点像，不知道怎么讲哎、欸，烤腰啊！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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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欸、又是你啊，再跳一次吧。我靠腰嘞，刚那几张图我看过啊，玩到现在只有 有一张图没看过，就是刚好像很多这种鞋 是什么教吗，很多教众就围在那边，那一张我没看过、啊、其他我都有在 Google 上面有查过他们每一张照片的那个来历什么的。干，走不出去欸。不过哎呦，这啥叫戴耳机啊，这个哦干，干的音效是从左耳出来的，现在两边都有啊。哎，前面这是什么东西？这特别高哎，前面什么东西啊？哎，烤窑啊！哎，下一关了。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友自制的版本，的确它。关卡变更多啊！哎、欸，我有靠，这是哇，风格完全变嘞、欸，这就有点像屎坑，这是他妈什么什么鸟的地方啊？感觉外面是不是有太阳啊？这地图是不是模组没有设计好啊？这我靠，漏光哎、欸，这个衔接上面有一个细缝哎，是怎样？干，怎么感觉我现在在玩创世神啊？哎呦，靠腰嘞！这游戏作者是不是偷懒啊？他刚那些白色一大堆那什么小子，应该要放一些恐怖的东西在里面。哎呦，哎呦，我们要出去了吗？哇，这个哇，我们终于走出来啊，逃出升天啊，我们终于哇，迎向光明啊，从地狱来到天堂了吗？我们破台了吗？靠腰嘞！他妈这是一个墙壁吗？唬我哎、欸！我操、欸！我们直接被唬嘞、欸！哦哦哦！天堂路哦，天堂路哦！哦，感觉我们真的要哇破台喽，要破台的那个 feel 哦，有没有那个音乐的风格也改了哦？我们要升华了吗？我们要解脱了吗？哇，这个 happy ending 版吗？这他妈又被耍一次，我操你的！哎，有完没完啊？哇，看这个天空，哇，这个蓝天，这个白云，哎，烤窑，这个蓝天，这个白云啊，哇，感觉整个人都，哇，心情都变好嘞。我再配上这个舒服的这个音乐啊。哇，我们真的是在玩同一款游戏吗？怎么感觉这反差会不会有点太大了、欸？不是啊，这个路他妈到底有多长啊？你他妈的，你唬我啊！哎、欸，我靠，该不会我们在绕圈圈吧？我操！哎、欸，有完没完？他妈给跳出去啊！我操！哎、欸，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在绕一个正方形啊？哎、欸，没有，出去了，我们要离开这个游戏了吗 ？I'm sorry， 傻小 ，sorry 傻小啦，现在嘞是要回去主选单了吗？破完了吗？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游戏就玩到这边啦。我们的这个悲伤撒旦的系列的影片差不多也就做到这边就完美落幕了嘛。就是原版跟加强版我们都玩过了，也不是加强版，就是重置版啊。那就看以后还没有什么网友会再重置一个什么超级加强版，有没有？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玩。那这个重置版，我个人是觉得也没什么好讲，就是感觉这浪费时间啊，就也没什么特别。反正它就是多了一些没看过的照片，然后对它优化了一个点，就是它把所有的血腥的、恶心的、恶烂的照片全部都删掉了。对，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
对哦，还有那个主选弹那个音乐，他也把它优化掉了，就是把它删掉了，对，没那么吵了。哦，其他应该也没什么要讲的啊，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